是闭嘴吧，你先把嘴闭上。哦。唱。闭口音比开口音好。下面我们开口音闭口音连起来。好。要通，要连贯，好，这样共鸣。连起来。你自己说说，你这都发出什么声音来了？啊，走吧，你这学生我早就说过，我不愿意教你，不愿意教你。怎么会怨我呢？你让我通亮一点快一点，都把我训练成这样，谁教我呀？回来。你一个人呢也挺可怜的，一个人从西藏到北京，这么大个北京城，要在外边真要遇见一个二把刀的老师，我说实话我心里还真不放心。算了，咱接着教。好吗？谢谢老师。发声咱们训练到这儿。下面我们来唱歌。世界十大男高音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，最起码的音乐常识听着记住了。帕瓦罗蒂，斯泰方诺，多明戈，皮尔卡丹。老师还有阿迪达斯吧？你买旅游鞋呢？皮尔卡丹的西装，十大男高音演唱的时候都必须要穿的。懂吗？懂。老师不管他们穿什么衣服，你今天教我唱什么歌呀？我教你唱意大利歌曲。我的太阳，会唱这歌吗？会，我们这连放羊都会。你们那放羊的是不是都是音乐学院毕业啊？也不见得，音乐学院毕业的到我们那儿还不太习惯，因为他们只会唱歌，我们那儿的又会唱歌又会放羊。啊，多么辉煌，一边放羊一边唱。意大利原文会唱吗？您会意大利原文？听着。哦。Che per cosa na giornata sole n'aria serena to petare fesca ma na tu sole。 佩佩老师，你唱得太棒了。太好了，尤其你那高音是怎么喊上去的？什么叫喊上去的？这叫花腔男高音，老师这叫方法技巧。懂吗？你喊一个我听听。妈妈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。妈妈，你们听听这声音多么苍白啊，微薄的。不，你不懂，微颤音，听老师这个。妈妈。老师帮我甩甩手。甩手？甩甩手。甩手干嘛呀？妈妈，老师什么花腔男高音，整个一个甩手唱法。你说什么呢？哦，等以后你上台演唱，钢琴伴奏旁边做一个翻谱的，你这旁边还得站着一个甩手的。不是啊，老师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还有什么简洁和快速的教学方法？当然有了，我要没两下子敢教藏族学生吗？啊，听着，老师用一首东北民歌《新货郎》，我把三种唱法都给你加进来。知道这歌吗？知道，会唱。会唱。前面用民歌，音色明亮，位置要靠前，你先试试。靠前。哎，打起鼓，敲起锣，推着小车我来送货。好，改美声了。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。大连我工作的托儿所，还只做了一点针线活，还吃了一锅的煤管粥，把我那个眼镜给摔破。
行问了，行，你还有容易表演，嗯，你要能演能唱啊。没听说他们现在都是影视歌三栖明星吗？那我呢，我怎么也得给你先培养成水陆两栖了。啊，老师，你养过蛤蟆吧？什么叫养蛤蟆呀？水上地上，我让你都能唱。还是蛤蟆，我的学生在哪儿都能唱。是吗？你听，刚才老师给你唱了美声意大利的，下面给你唱一首民族民间的啊，好吗？好，你注意听啊。好的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很甜蜜，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，想家的。你又怎么了？老师，你唱这首歌，我能不想家吗？跟你这么说，我出来学习这么长时间，一直也没回去，就连一封信也没给我们家里写。那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再忙也得给家里写封信呢。我倒是想写啊。为什么不写？我写了，我怕那字儿我爸爸妈妈不认识。没关系，现在写。现在就现在写。你说，老师帮你写。你写啊？我帮你写，想想。嗯。好了。说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嗯。现在工作很忙吗？身体好吗？这孩子多懂事儿。我现在北京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那是一定想家了。出来学艺挺苦的，都说我进步挺大的。哎，不要骄傲啊。我要好好听老师的话，老师他叫柏林的。你就别提我了，谈谈你在北京的生活情况。北京的出租车价钱很贵，我也只好打面的呀。面，渴了我就喝大碗茶，饿了来套煎饼果子，冷了我就穿上棉袄，热了我就光着膀子。你能不能说点正经话？爸爸妈妈都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。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。辞职